嗨，大家今天过好吗？欢迎回到阿正英文。那今天要教大家学 KK 音标，那我们先从 KK 音标的五个母音开始。那为什么要教 KK 音标呢？因为它是我觉得学英文里面最基础、最简单的部分。那五个的话也比较快，比较容易学会。好，那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我们学英文要学 KK 音标？那这边给大家1分钟的时间。思考一下，那你心里可能有答案。那我们计时开始，好，时间到。那我们这影片篇幅有限，好，那我们为什么要学 KK 音标？是因为英文它是一种拼音的文字。那拼音文字，你只要能听到那个字，发得出那个声音，你就大概知道那个字会长怎样。那你就比如说大概可以猜到那个字有什么意思，因为它有字首、字尾、字根这些字首、字尾、字根。嗯，对。它的这些东西所组成，那你可以猜到它的意思。那像中文的话，是属于象形文字。象形文字的话，除非你一定要会写那个字，不然你完全就不认识这个字这样子。那所以学习上，拼音文字一定要会念。那会念就是有 KK 音标，就是像是注音符号来辅助。好，这边好，然后再来是先跟大家说。就是其实我的英文没有很好，那就是我只是把我知道的分享给大家。我知道大概六七成，大概就也就这个影片大概也会录到六七成，大概就学个六七成，然后用个六七成，然后就做个六七成人生这样，好像不太对，不行，我们一定要认真。好，那我刚刚认真的去查了一下，就是 AEIOU 它的发音，那现在为大家介绍。那先讲 A 的话是 A，那它有配合到的单字像是 bad。sad 这样子，哎，这边大家发现了吗？就是这边有一个 bug，就是说，哎，我现在在讲母音，但是你怎么知道子音要怎么发音呢？没错，这边你可以付费解锁，不是啦，这边就是有一个 bug，所以我反正就是教母音的部分。那 bad b bad，然后 bad 这样子，然后 sad 这样子，那再来是 e 的发音是 a。差不多40%的张嘴量。那一的单字有像 ten，t-t-n，t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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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不是 ten。然后还有像是脚是 leg，l-l-l-leg。然后还有像是笔是 pen，p-p-n，pen，pen。I have a pen，I have a pineapple。这样子，对。然后再来是 i。那 i 的发音是 e 比较短的，就是发音。那人名的部分，比如说有Billy，然后还有打是 heat，然后还有没了，还有 Willy 这样子，对。然后 o 的话是 r，那这个是我觉得是100%的张嘴量，就是它应该是所有音标里面张嘴幅度最大的，所以。它的读法定义为100%张嘴量是啊，就是可能就是东西忘记带啊这样子那种感觉，然后像是有 box b b r box，然后 log，有人念 natural log，有人念 natural log，对，然后还有 sharp sh 是 sharp，好，在 u 的部分是那这个有点介于跟 r 之间的发音然后像是有 bus，b b bus，对，有人念 bus 嘛，有人念 bus，对，然后再来是拥抱是 hug 这样子。那刚刚讲的上面五种的。母音的发音其实只适用于大部分，就是整个英文里面的80%的情况，还有20%的情况是不适用的。这个就是所谓的80/20定律吧。好，那这80的情况里面，就是适用的情况，就是大家如果刚刚有看到的话，就是说我刚刚举的例子几乎都是子加母加子这三个英文字母所组成的。然后，所以假如说你看到子加母加子。又后面又加了一个母音，那这个情况通常就不会适用，那就是20%的领域。那像是我们刚刚，比如说现在举，像是 like L I K E，它就是子加母加子加母，
那 like 就是不是发 like 的音。那你可以这样想想，我是这样记的，就是 like 它一倍。那像是 hate，它就不是发 hat 的音，hate，hate，hat，那 hat 就它就不是发 hat。像是如果你发现 like 变成 little，它又会发回 e 的音 little，因为它你有没有发现注意到说 like 跟 little，它中间隔的子音变多了，只要多于两个或等于两个。那它就会又恢复正常，那我称之为隔山打牛的力道不足以穿透，这样子就是前面的母音不足以被后面的母音给影响了。那像 hit，如果你是看到说 happen 的话，它就不是发 happen，它是发 happen，那是因为它中间隔了两个 p，这样子。那还有一些其他的变化。就在下次的时候再介绍喽。那你就记得适用的情况就是子加母加子，然后另外还有子加母加两个子，然后再加母的情况。那就大家再见喽。虽然也不确定会不会有下一支影片了，大家拜拜。